自己，接三回啊，就是我一点在退休。好了，这个女生她也是胖胖的，跟我一样哦，就是她很胖，可是她很喜欢唱歌，然后因为她想要唱歌，就是因为外表的关系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出专辑。他妈妈就跟他讲说：“啊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你胖胖的，可是你有很好听的声音。”他就把这首跟他妈妈讲的东西变成那个歌词吗？对，变成歌词。所以周杰伦听妈妈的话是真的。我今天讲话都怪怪的。好了，再来这一首歌《All About This》。耶，掌声！怎么会情歌呢？It doesn't matter what the matter is, matter is no trouble.